是不是很久没看到乌兹直播了呀？被傻子给打退网了。怎么说是时候了？ W E 点 U Z I。啊？啊？W E 的最后一块拼图，他说的跟我没关系啊。主播只是问是不是物资很久没直播了，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，兄弟们。一般这种时候就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玩个那种单人，哎，又拼起来了。侯礼歇。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泽利要在十三分钟的时候跟卡莎对拼呢？还是一个海妖呢？我来。我定住，我二连，我打不死。哦哟，好帅，闪现 W。哎，不 A 下吗？下了。A 下也 A 不死啊。兄弟，李飞再这样玩，我说实话，他真要被飞了。我不知道，兄弟，这个 LP 什么情况？兄弟，说句不好听的，终于知道为什么李宁不要他们了。二连失误的流头。就是很简单的。飞过来。就是一波非常简单的单吃，打不了团啊。妖姬主要现在也不太敢上去摸，他上去摸，哎，闪现连两只，闪现开，奈德交出中亚来了，怎么说中亚出来直接被秒，但是 Elk 还活着，群先往后拉一下 Elk， 虚空锁定到了，直接往里飞 ，Elk 直接往脸上飞，哎呦，闪现再躲就多一个 W，Elk 操作拉满了这波，哦，五杀，哎呦。哎呦 ，Elk， 太没压力了。